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国战娱乐抱团的专辑，希望大家喜欢。那么我们就挨个来看一看啊，先看第一局，第一局由这个玩家人皇大耳百度区的玩家啊提供的素材啊，是一局纯熊的主视角。那么主视角这边呢，我们是一个老板加，这个。前方的死剑啊，看一看，一号位呢是直接啊挂起减一弃牌，二号位加一五六剑挂起没有大动作，然后顺手呢直接取减一，就这样猥琐一下，三号位以逸待劳刷一下碾弩扔掉留三尖，四号位减一，那么到了主视角这里的话，应该来击上鼓家的于话直接此，啊开盲以了，致开四盲的方。话可能啊应该来说啊，可能偏位一点啊，而且挂了闪电，会不会是司马呢？空门那么之主子，视角这留里呢得是良直田接开在，出万剑啊，何那么现愁在的不话，破一个敌？万剑呢，直接有点带节奏了，一刀九杀，就这那样，应该是司马家吧？就这样吧。死罪可啊，免，司马丕，活好罪吧，难这个受。闪电挂的也不怕教主什么的。那么刚才这一下啊，主视角万剑和一个九杀直接带节奏，当然。暗中判定郭嘉这一个身份啊，应该来说还是好评的。把他炸出来之后呢，整个的，谁在魏打我？国啊，肯定是招嘲讽。人等那下边的去，吕布最后等借刀杀下人没有我。给刀，而是直接啊把那边逼出了一杀决斗，再控三号位一血，一个三血不我慢。是吴，农民看看能不人能后出来，有如状。果能出来的话，三号位可能啊会被控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没想乐不思到蜀直吧？接控住，最后呢拿了把气掉，哈。最后那边啊是天文不地语理，啊不丞语，相所教，唯铭记于心。丞相在对面啊，对面的丞相看过来，五谷丰登啊，雕虫小雕虫技。小鸡鸡啊，直接拿桃回血了。那么主视角这里啊，选择了一张白银，最小后小吃桃娃娃，调有戏一心个，未哈、啊、干，小胖大杀尴尬杀，啊尴尬。真没那么意这个时思。候看看能不能带走啊？张我们也没有杀啊，也没有杀，闪电。也好。也好，那么主视角的话，闪一个啊，闪一个。那么长沙的话，我们今天啊，既然是抱团，那么四号位啊，只能是最后一个队友了。主视角这里呢，没有去浪动了啊，也没有摊人头什么的，直接一杀一逃在手里。你的计你的谋计被谋被识识破破了。了，小猪啊，小猪一大刀再来跟队友刷一下。当然这一下，哦，闪电啊，想坑一下权位啊，大蜀的天下，哼。难忘入心，这击里看鼓于看啊，郭此，嘉死不以致死？四方。农民估计会能来一逃吧。哎呦，这里还有煞啊，那边，谁能挡我？石太子及这里兄呢，俩，直接杀了一两医刀生小四猪，将，四乐不思将蜀再一生贴，八卦，主要呢贴那个姜维也没有有什么出用，尘在，姜无吕骂蒙没啊柴最后烧，是克姬，农民。拿来吧，那么主以视角，忠而戒，何惧一死？好，那我们这里啊死拿着剑走。第一次发挥，这里啊注意了哈，注意了，这里哪怕啊只有一提线前生给大机，家我预也不会警放一弃。哈哈。不是见过这关心空的啊，然后呢两张牌锁锁连环，把我们还带上一刀小铁锁下来。那么主视角这里啊，只能说啊必须要掉留血得了良田啊，在，不何能愁说不啊，这破敌？扎手也要打全程啊，那就成全他们。那么四号位啊，这边比较惨，悲歌再来，队友啊，队友再来悲歌啊，草化奇光。当然啊，这里的话一波，郭嘉想吃菜，但是呢不给。主视角看一看，来，先来一个，击以鼓于此，以以致致四四方，方。嘿嘿，没啥。那么主视角呢，秉先忠亮而马久屁，得摸一良张，田然在，后五谷丰登何愁死不剑破啊，敌？死剑直接取雕南虫蛮。小技，取南蛮之后的话，又可以再开死剑啊，再开死剑。那么农民啊，拿了一个我桃园都没有已拿上，经这个恐一怕无啊所是有了，活得有则点哈无微不腻假。了啊，有击点鼓腻了。于此，以致仗四着方有血胜，又怎样？那么主视角则现在呢，我无微们这不边啊，假。随势秉啊还发忠挥一而下，一久大得刀再良来田啊，在，再来。何那这愁样一不开的话，敌？像恐龙啊，他估计你的计啊要分谋牌，被识被破识破了。那么主视了，我角。哦，刚已才是经打的无戏一啊，无所有最后了。呢，这里再胜开一个，则无微不加。大雄一。那么这一步啊，把这个死剑的发挥，应该来说用的比较极致了啊，比较极致了。最后再开老板的工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应该来说啊，带走一个国家，控住了，控残农民，府里
小诸葛这边呢是压了一压，最后一靠铁锁带走农民 nice 啊 nice。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这边啊就直接开团的一波了啊，开团的一波那边啊不应该动姜维了啊，其实动小诸葛啊，主要是啊女萌的话，如果刚才姜维被带着的话，女萌就有距离能扛了啊，能扛了。好，队友的话继续开出了南蛮，祝融的话直接啊取线，来一发，无微不加，小小把戏，再来双雄啊，双雄。刚才啊说老实话，女兵那一刀呢，他姜维也可以，但是啊感觉翻面不是那么重要、啊。最后呢是直接啊，这肯定是激活女萌了啊，猛猛打啊，猛猛打。那么主持人呢还有马术啊，所以的话这边啊。我们年奴还要小发挥一下，还不够，可能在撸啊。当然啊，这边的话，周泰女魔啊，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强，但是当三人合力啊，集火之后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打的。我绝不会倒下。最后呢，四驱还在挺。海上，绝不会倒下。无威不加。那么有一张勒布斯手控的话，基本啊应该来说再来一轮啊激活还是很悬的啊，无威不加。这一局啊主要还是看主视角刚才那一波死剑啊，好操作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一局就这样聊死剑的一个核心啊带节奏。下一局的话由四五局玩家 SPWE 提供的素材。这里啊主视角是教主和独菜。那么身处一号位啊，我们看一下八卦杖八挂起，最后呢气杀杀闪无懈在手里，下家的话挂起扇子一代劳刷一波，最后呢就这样了啊。三号位知己知彼，看一下远位七号位的副将没有大动作。四号位无中生有啊，那么开局已经进行到四号位了，都没有 AOE 开出来。五号位挂起了藤甲，飞位偏无多一点，当然啊，这信息量啊不多啊不多。无中生有再开，锁锁连环离点想带节奏啊，最后呢这里一刀九火啊，小六血带出去啊，还是输出量啊有点可观的。一张火攻呢直接被国无懈打掉，最后啊我们看一下。那么七号位这边啊，这个位置开五应该不太像位将啊，这个你这直接跳飞位，那应该来说啊五谷已经暴露。那么上家队友这里大嘴啊，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这种大嘴啊这个是不喜欢的，场上一个那边有藤甲，二个这边有八卦，对吧，你怎样去能够赢得这个局面呢，很难的很难的。那么这一局就不一样了啊，这一局其实有这个有我们这个雷击啊，主视角刚才都没有亮雷击，但是改判好像轨道是改判，是不是已经刚才暴露了啊？还是雷击啊？然后主视角呢还去杀了一下啊，再来顺手撸一张勒布斯鼠啊，最后是这个勒布斯鼠拿过来啊，是把大乔放了出来。那么只是针对曹老板打了一下，那么大乔呢，这个时候、啊、应该来说主视角这一个顺手勒布斯鼠控你点感觉有一点迷惑性啊，有一点点迷惑性，反正就针对曹老板啊，针对曹老板。那么主视角刚才这边啊并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去跟大嘴选择抱团打输出啊，感觉大嘴还是没有太大的机会能够打全场吗，然后呢就继续猥琐一波、啊、那么这个时候看来猥琐的选择啊是正确的，贝贝一波危险为德，直接给大嘴星辰打过牌。那么这一波过牌之后的话，哎，然而可惜无懈啊被反打了啊，无懈三号位打的国无懈，那这样的话飞拳熊，但是我们主视角这个无懈呢其实说老实话还是迷惑性，这个无懈把大嘴放出来利用他打空，主视角有八卦，贝贝有藤甲，对吧，所以这两家在别人眼里看来吧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哎，就是想利用大嘴去打空啊。那么队友这个时候再一出女布腿锁连环啊带藤甲，那么这个节奏的话可能这一波应该来说主视角要动了啊，再不动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对吧。那么这一动小悲哥后面呢二爷继续突，那么主视角教主啊应该来说比较明了啊，比较明了。
弓箭手准备反击，好的，看好，先劈大乔啊，大乔对吧？这国色控场，必须先死啊，必须先死。然后的话，后面你比如说贝贝，这有藤甲，天下大事唯我所控、啊。但是呢，主角还是选择了联动先啊，保证联动，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上则无威，然后结果呢，最后啊是按砸了一个庞统，没有办法了。那么大嘴还有最后一路啊，最后一路主角运气不错，直接看到。那么利用这一路呢，直接带二爷飞啊，带二爷飞就看最后有没有一闪了啊。上，那么主视角哦，这里有了铁锁和火杀啊，有了铁锁和火杀，贝贝的藤甲、庞统、姬老师，对吧？我们现场哎反馈啊，教学成果。上。则无一刀藤甲小铁锁直接带崩吧，带崩、啊、他能活还有一张六个四数可以控的。这一局应该来说最后啊这个出来的时刻呢还是比较有把握啊，有把握。可惜啊刚才那一轮啊无戏啊没能把它放出来，否则可能那一轮啊就直接形成了一个破局了啊，但是也不好讲哈、啊、可能那个时候你如果带不下来那也是打工啊，也是打工啊。这个是最后是连环月啊，月音庞统就这么被撸了啊，比较可惜。好，前两局群雄局就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吴国宝团，现在这一局由四五区玩家提三尺清风提供的素材。主视角的话这边是哎呦选项比较多啊，香香怎么搭，最后是骨科啊，骨科。那么这种情况下主视角选项管理五个武将，感觉啊是要凉凉啊独苗。结果呢我们今天啊还是要出宝团，这个就溜了。那么一号位啊人王盾都起，这是一个什么骚操作。二号位呢八卦挂起，主视角直接清刚，最后呢续一张南蛮，这个问题不大啊。你这边的话南蛮续在手里不开，然后呢也没有暴露自己，只是一个小棋牌。四号位针对的是二号位的八卦撸了一下，阿张大克击，这个组合的话估计啊就要有人动手了哈。南蛮入侵那边终究打出来，但是这个南蛮的话一般情况如果开局啊盲打哈可能啊废物一点，但是场上的话这边你比如说这个南蛮他占据一位武将，最后呢二张这么多牌不缺啊，不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看僵尸也出来了，直接啊过装备接刀二人，那么主视角抢占第三名额。但是这里吴国抱团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没有联动啊，这是一个劣势。其他呢就是优势啊还是就是二张女萌这个点，其实即使到时候啊有乐什么的也不虚啊。那么一刀九杀主视角的话被冰凉，那么最后估计要一张南蛮开出去啊找一个队友啊奶一将啊，冰凉天过 nice 还是一个国无戏啊。那么国无戏被闷掉的话对于武将而言是比较好的对吧，到时候啊什么AOE 啊被动的话还是比较惨的。那边的话最后啊主视角的话回到凉血下家继续来撸我们飞舞啊，对对对，白银一大佬开一波 nice 啊 nice 你的计谋被识破、啊、那边的话小诸葛啊计谋被识破，嘿，但是啊没有无戏我们这个是看我的厉害、啊、瞧不起我香香能够回血摸牌，这个人王是明的啊，明的这支笔看六号位啊，最后呢过个拆桥来一发，那看来啊就是废物了。哎，年奴裤裆大戏瞬间降临啊，那这个大气的话应该来说、啊、让武将他整个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对吧？这裆部大气啊，腿腿腿，咆哮不断，咆哮不断，无中生有，萌萌哒，冰凉寸断，冰凉寸断啊，最后的话直剑贴加一，就这样了。那么大僵尸的话这个没办法耗时啊，那只能选择九杀一刀苟活，直接求俩逃啊，那这样的话是死透啊，死透 nice 这个九杀。那么瞬间的话应该来说啊直接有一个三 v 五变成三 v 三还是很轻松的，有大师核心二张女萌的啊吞牌核心，主视角这边呢组骨科组合、啊、那么国家被炸出来之后呢可能就让他不动白呗，对吧？后面就直接狙击八号位和一号位冰凉寸断啊，冰柱啊，冰柱
好，小猪哥，火攻这里打没有用啊，对吧？这火攻主要在回血就是喽，啊，回血就是喽，顺手。看我的厉害！看我的厉害！且慢，哼，且慢。那么一波小制衡，顺手来。看我的厉害！有锁呢都没有用，而是选择了最后啊也没有去输出。这边啊可以考虑带一刀输出吧，对吧？你这边毕竟啊你这么多杀，哈。这么多杀，当然啊，那边的话是感觉想让二张直接拿杀啊，狙击八号位啊，狙击八号位，可以啊，可以，这个给的还是比较舒服，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念弩，这肯定是啊自己要带一刀的。最后黄忠走你，那这样的话很轻松了，对吧？主要刚才啊利用一波啊过牌就给二中啊这个输送子弹哈、啊，后勤部部长做得很成功。好，最后这边的话三 v 二应该来说整体而言没什么难度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僵尸还在呢哈、啊、僵尸还在呢，我们这一局啊三合哈、啊、运转效率比较高，那最后的话下回运转开始打魏延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八对四结束了，下回运投降吧，见面分一半啊，对吧？这一局实在是没办法打了啊，没办法的。而且这边啊，郭嘉就是这个点的话，主视角不要去动它哈、啊。关键是二张到时候动它，动它的话，最后呢，比如说这边啊，基本就是郭嘉你敢卖血或者怎么样的，最后呢就是大师可以直接一波换牌地盟啊，对吧？主视角到时候可以刻意的把牌啊用一用，不一定说啊，反正想办法啊，想办法。当然这个感觉啊不是那么好用的啊。地盟呢可能会存在一点点风险。好、啊，再看下一局啊，下一局的话由四五区玩家这个丁信提供的素材，主视角呢是这个香香配孙坚啊。其实这里的话，这么一个啊搭配的话比较费啊，比较费，对吧？孙坚三血本来就削弱，然后香香呢你还跟孙坚搅到一块儿，妇女阵啊，妇女阵，但是没有什么用。好，主要起手八号位啊，三张装备在手里，但是呢你这里啊开局一般很怕南蛮万箭，一张 AOE 啊都防不住。那边的话直接开了一张五谷，主角这边拿一大牢呗，对吧？这作为香香而言，这一大牢肯定是必拿的。四号位无中顺手卢夏家大乔上来就开始哈、啊、发挥了。那么这里啊，我们队友大乔上来一波浪浪浪哈、啊、开节奏啊。嗯，夏家没乐中红桃哈、啊、但是呢没有去啊动大乔。那边的话无懈，三号位啊反打了无懈哈、啊、反打无懈，不给大嘴出来。那么上家的话又开了南蛮，这应该不是队友啊。这支笔看一下主视角，主将并娘村呢空出来了啊，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主视角看一看啊，给了大乔一下，最后呢这里其实不虚的啊，不虚的，哼，然后再过牌一大牢啊，哼，但是主视角这个八卦人的感觉呢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啊这个粘弩到手了，哈哈，一波啊要暴动了啊，要暴动了，哼，啊杀一道啊。曹老板、啊、曹老板倒不是啊特别虚，他这个直接强他啊，五号猫中杀人啊，国泰桥再来决斗，哎，决斗其实没有必要了，对吧？你这个桃子有点浪费啊，这个决斗有点浪费了。好，那么下家的话是直接拆了一下我们的手牌，飞舞啊，飞舞那边乐不思蜀乐重，三号位呢，三号位应该是队友，刚才反打无懈啊，哎，还真是啊。那么一波神奇的天过那这样的话这个天过呢直接形成了联动啊，而且周瑜大离子，可惜啊拼点拼输了，尴尬。大乔顺手拿加一，国色请休息吧九杀曹老板，曹老板应该来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直接最后一刀九杀带他飞，鬼城啊请休息吧。好，我们来看啊下一局，这边呢火攻直接动一号位这个点啊，然后现在的话这里啊
3v4 呢感觉还是可以打的，大乔的国色控场，嘿嘿，小爸爸哈，小爸爸那是个一血的话感觉啊非常有气势，谁敢动我小爸爸，来一骚啊反击，血和暗的深渊里魂伤，这边魂伤的话主视角啊继续过牌，那么还好啊这一局孙笨啊这边跟主视角形成一步啊，那么手里有一桃应该来说可以保啊，只要甲鱼啊他别动啊，那边乐不思蜀乐中 nice， 现在啊大乔的控场啊必不可少，嗯漂亮漂亮，那么大嘴一被乐中的话主视角这边应该来说啊有机会了啊，又可以动一动啊，顺手取了，哎，年奴再次来袭啊！丈八先拍下家，嗯，保证呢先少一个，这个拍的及时啊，及时，老板啊，老板。那么最后的话，年奴一波走啊，一大牢跟队友刷一波，刷一波，顺手的话拿教主啊手牌，最后呢这边先吐甲鱼再说。先从甲鱼再说，因为教主这边啊没有手牌之后呢其实就废了，不用担心啊他破坏我们联动，南蛮入侵打一波，手里有的是桃啊，虽然大乔这边啊没有男主女副保床位，但是、啊、孙笨作为副将的话肯定有他的收益，那么五谷丰登南蛮入侵再打啊再打，还有一张决斗收教主，那这一波输出的话应该来说一四到三直接最后一波小高手奠定打无的局势，队友啊大乔的国色啊还是比较给力的，然后小孙奔啊孙奔，好那我们这边啊武将就这样了，然后看一下下一局，下一局的话是这个由二区玩家弑神魂力提供的素材，主视角的话这边是嘿嘿扎叔抱团了哈，扎叔抱团了啊，贝贝跟这个南蛮还有个啥魏也没选啊，所以我觉得选魏延可能好一点，那么仁德的话啊有的时候呢就可以迷惑人，一号位直接加一减一挂旗没有大动作，二号位桃园浪开一下，三号位南蛮入侵打出来啊，祝融南蛮啊主视角啊这边武将飞舞那边飞舞啊，那么这里队友率先出来了啊，然后三号位看一下八号位的副将没了，南蛮入侵再开主视角还可以继续输杀，没有啊酝酿祸首，就这样啊就这样，这要是娘的话那就是啊嘲讽偏高了，两张南蛮啊瞬间场上的话应该来说啊这难道一个位将都没有啊，各种三血不卖对吧，主视角铁锁重铸变，哎呦这个牌啊666哈、啊、主视角注意这里呢由于两张南蛮开过光啊，所以的话直接选择决斗朴远位，但是这一个决斗啊还是相当于没有哈、啊果断的打下去，还是续了一张。下家呢选择了拿一桃，没毛病挂藤甲，但这个藤甲这个时候挂的话，可能作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两张南蛮已经开出去，也就缺一个万箭没有开，这一副牌队还有43张牌，对吧？这个藤甲挂的可能啊反而会啊，不是特别好。那边最后是教主，哎，主视角刚才啊这边可惜没能带走。当然还好对面呢没有这个黑桃牌可以换了，那么我们这边啊也就一下决斗呢到时候啊估计啊留在手里就是为下一把啊直接跳出来收人头做准备了，失礼了偏全无啊偏全无魂伤哼直接给下下，这里这么浪的吗这国家啊国家没想到了尴尬了啊，农夫与蛇的故事援交反打无懈，这飞位嘛飞位刚才说了郭嘉打得太猥琐了，打得太猥琐，那这样的话阿张很可惜啊被带走，四二祝融往下家怼，但是呢人家有八卦八卦那么拼点那哎八卦掳走还不错啊还不错，那最后肉丝鼠九杀打下家啊，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击击啊直接击击哦漂亮漂亮，这一波年奴小输出的话直接带走一位，那么郭嘉手里还有一九吧对吧，就这样没有桃肯定是九了，插标卖手那么基本没人救的话那应该来说啊没有希望了啊没有希望了，好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这边应该来说啊这个决斗扫暗奖啊扫暗奖再杀这个应该出来了，
这个时候感觉应该出来了。那么主视角还是啊猥琐大方哈，这猥琐就没有办法下架，还是一个，那么一起来猥琐。当然主视角这边呢直接杀了，相信应该来说已经是表了身份了啊，已经是表了身份，但是应该啊出来打吧。你这里不出来打的话，关键你出来打下家，甭管是队友还是说敌人，他如果是敌人肯定也要针对你打啊，如果是队友的话那你直接避免了啊，到时候啊如果是一些玩家想不通还来打你那就尴尬了，对吧。最后这一局啊竟然是渣鼠猥琐着就胜利了。应该来说祝融啊功不可没，第一轮啊就两个男版打残全场，然后后面这一波黏弩发挥呢又是一波可歌可泣啊，后面的话就两个队友猥琐取胜了啊，难得啊渣鼠啊赢一局就放出来了。后面的话大卫抱团啊，先看基本啊这一期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啊，基本前三局呢都是一些开局优势局啊，就看一看吧，随便看看。这一局由439玩家小风斩亮提供的素材，主视角离点加跃进主臂组合啊。二号位一号位魏延加诸葛啊，观今夜天下之天下大事关心，然后两张牌四张牌置顶，后面呢加一芝芝笔啊，这会感觉客户端有点卡啊。看了一下我们主将，然后顺手拿一杀九骚上来，这肯定要闪啊，不得撤退对吧，你要动我我也动你。有一张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反打一张呗。好，最后呢这个人王道士啊肯定是一波好评，下家决斗啊，这应该来说整体就是位数，但是啊这里的话应该来说啊明跳位了啊，明跳位了，小胖被撸，那么主角的话继续立下首功，队友出来啊避免被撸，那么直接呢应该来说啊这里有一个小三年，就看小胖估计啊这首先有一张桃啊带不走，我爸爸是刘备，我爸爸是刘备，还有一桃啊，还有一桃，那么小胖的话再救起自己。现在呢这个开局啊还好，但是优势不算特别大啊。七号位看看捡一挂旗，顺手撸一下老板被无戏啊，过河拆桥拆我们人王盾，最后以逸待劳开一发，弃牌索索连环跳飞位啊。八号位加一，那么弃牌魏延啊，逆天南关心两张牌到手里，最后呢五谷丰登，主视角啊直接选九啊，选九藤甲挂起借刀杀人，这个为什么借刀杀不杀一个司马什么的，杀了一下暗将方可戮力，吾乃儒雅之士。好，那么我们的日常牌来了，哎呦有桃子六六六，这个神手一搜六六六，国家当化解私怨，国家遗迹啊，鼠辈进个上路，哎这一个哈红桃兄弟哈，小戏成舟天下苍生，把桃子啊反馈走了，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小乔呢不敢浪弹啊，不敢浪弹，以逸待劳跟队友刷一下，那么手里远交进攻啊肯定是要开，先来了一刀九杀带小胖啊，刚才已经被各种开光，所以这个九杀的命中率啊是比较正常的。援交进攻火攻打一波藤甲再来骚啊，这个其实是第二轮的优势了啊，第一轮没能打下来，第二轮啊直接比较好的展示了大卫的实力，那么这一个桃园整个把魏将的哈血线拉回来之后的话，拿到一波小年动啊，基本是三比三啊还是比较稳的啊，比较稳的，这个时候别出大师就行，接手如果出过大师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悬念，如果是那边乔老师啊也是有点悬念，那么曹老板的话男版啊是一毫丝毫不客气，接着没了哈，没了、再来晚剑哈，启发桃子就起，桃子再来当化解私怨，实在是杀不动。好，最后黏弩来了，那么小乔的话基本是哈两粮啊，两粮。这一局你看啊，就是一个那边啊他的一波三连斩，主视角刚才啊一波两连斩啊，直接啊黏动取全场，还是开局的第二轮的啊这个优势打出来了。第三局看一下，
第三局呢是由这个四五区玩家朝阳提供的素材，主视角这边呢在清一色未将，这也能抱团啊，这真是啊神奇的一局啊，对吧，主视角这么多，那么狗屁组合选出来可以主动卖血加劫命的补牌技，远卫呢决斗骚一下我们，结果自砸脚哈、啊、不用不舒服死气非要用逃啊，一号位就这样了。当然啊这种盲狙的打法偏队友，二号位呢又开了万剑，万剑的话先标配五，那么我们这一局呢是天然的一个三连动。主视角这一下没有去浪漫，而是直接闪掉，感觉啊是想给自己留一个劫命的空间，顺手再撸挂起了藤甲，这几笔重铸锁锁莲花把自己捆上，你别告诉我你要来一刀小火鸡啊，小火鸡并没有，最后呢这边啊有小鬼的独挑，那么这里的话主视角肯定是卖了啊，已经做好卖的准备，先劫命然后放毒，选择犯队友的上家的选择、啊、后面的话要卖啊再说啊再说，那么这一波的话再来九骚一刀三血不卖哈、啊，九杀一刀这个有毒条，这个是大桥还是什么呀，那边桃子救起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局啊队友应该是可能没有了啊，可能没有了，打九啊，他打九二九，来过这桥对吧，这里明掉啊，就这样了，主视角有驱虎啊，两个队友都可以驱，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啊曹仁翻面等级啊还是有点低对吧，我们一般而言的话看到曹仁翻面啊这个感觉就有点强，那么驱虎坑一下七号位这个点，然后呢是雷杀一刀队友触动铁锁啊，触动铁锁，最后呢没能带走，但是带走了二号位，可以啊，可以此地名叫麦城，那么这边的话可以先移带牢刷一波呗对吧，刷一波之后呢哎呦这个决斗、啊、还是啊冲着七号位去了，这一下终究跪了，哦对漂亮，这个太极应该来说把大师这种核心给带掉、啊、这个是完美的，还关张啊对吧，两个核心啊，大师换牌核心，关张输出核心，恐怕越境在这儿的话打不死，打不打得死那您说至少能够打死，这是本王，那么萧国跟放逐的配合这是一波完美的配合没有问题的啊，三比三的话再加一个放逐一张勒布斯属，基本呢又是保证了一波联动啊，保证一波联动，那么勒布斯属乐中那基本啊这一局要拿下来了，大师已经没了，这种抗盘核心对吧，像如果还有甲鱼啊这种武将的话可能也比较淡的，但是魏将整体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较不错，而且对面的手牌比较少，就是要援交进攻啊，搜索连环先驱虎带吕布最后再来收人头对吧，所以这一局啊驱虎我们都是当着给人头啊做铺垫的，死不带去啊，僵尸最后是相当于投降了啊，这个都没有去判不屈，那么最后杀一刀啊，这是年弩啊，杀三刀了不是一刀了，兵将寸断再来反面，这个票啊最后一个萧果放逐劫命的啊过牌控场的配合 nice 啊 nice， 这是本王最后唯独啊就曹仁啊这个大白板、大舅不要这样啊，像这一局运气还比较好有个联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啊像大舅这种啊翻面的打法肯定是啊有的时候容易啊坑队友的，好下一局，下一局的话有四五区玩家落花听风雨提供的素材，主视角这边呢啊这好像是他两个名字啊主持人农民加离点啊，农民加离点，六号位一号位呢直接白银加一挂起，然后没有了，二号位离开了啊，好吧又回来了，丢了一桃，战术性离线啊加引号啊，四号位一大佬刷了一下扔桃啊，这感觉都不像队友啊，典韦跳出巧变摸牌，结果能摸了自己人和充盈君子，这摸的好牌了，摸的好牌、司马掉线的是队友啊，比较坑啊，关键是丢了一桃、有点可惜，主角这边啊选择了卖血啊，卖血，好曹老板这里的话开局啊这是一个已经炸出四人，哎，但是典韦这是什么骚操作啊，
上礼仪，守纲常。这个我审稿的时候还没小戏沉舟，还没注意啊。这个队伍打的啊，太烂了，天下人家，我当时还没注意这一刀啊，不好意思，小戏沉舟。那么彻底啊，张合骚操作，主角的话顺手拿捏弩，拿捏弩，看我的厉害哈。后面的话就开始啊，突突突了。小戏沉舟，同心方可入。应该有逃的啊，应该有逃的。为天下苍生，那么来一道火烧，哎呦，这个啊，想想老司机啊，老司机，对吧？不见九杀，不见属性杀，不撒手。那么最后呢，主角一个小奇袭，又来了雷杀。啊，那么这一下的话，八号位求逃啊，你求逃的话能救回来，我就是一波小旺戏，救不回来，我有个小收益。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再来哈，再来，一大佬跟大家啊集体刷一刷，洗刷刷啊。那么继续杀呗啊，继续杀铁锁，应该来说可以考虑重铸啊，尽量过杀。那么没有杀一刀没能带到啊，那么决斗打下将帷幕。那么帷幕一出的话，还是对于魏将而言啊，特别是司马这个点有点威胁。三尖两刃刀，嘿嘿，赢了。那么最后的话，乱舞开一波啊，谁敢留你道不尽。主角没有杀啊，很可惜啊。金陵的话再开一个南蛮，那我们无懈保一下司马啊，保一下司马。三号位呢，应该来说也被掏空了，这边啊基本没有杀了。不可以死！队友直接无懈啊。天下苍生，自当化解姻缘。司马，哎，最终还是挡不住啊，最终还是挡不住。那么这一局啊，其实应该来说啊。甲鱼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甲鱼啊本身就是一个抗团核心，它一旦出来啊，应该来说至少残局肯定会有。那么而且加一个玩杀，我们是桃子啊，这个不能啊互相补给，对吧？那么最后的话，一张冰凉啊，那边说为何要杀同僚哈，一张冰凉病重，基本就没有机会了。那么主视角有一桃，然后甲鱼啊其实也不太好活啊，不太好，两张六个四十还是要了一张。晚了可就没牌了，顺手杀一刀啊，杀一刀。甲鱼呢没有急着去动他，吃桃子入蜀多先到先得、啊、一闪，这一闪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但是啊极其的好啊，这样曹老板可以直接带他飞了啊。甲鱼没逃、啊、最后啊还秀一把真法技啊，真法技。好，这一局就这样了。主要啊，主角这个粘弩啊，旺系还是比较强的。最后呢，队友屯田上保国家，下安黎民。最后这边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了。自当化解姻缘，吾乃儒雅之士，不须与诸将争功。顺手杀一刀呗，对吧？吃我一记三尖两刃刀。我的时辰。粮草到手再做主张。好，这一局就这样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最后一局啊，由四区玩家马尾提供的素材啊。这一局呢，我们这个有暑假没有选啊，最后是甄姬郭嘉大 boss 啊，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对吧？这属于强力型武枪。那么主视角一号位换来换去，最后呢是跳甄姬，仿佛细玉若轻云之碧玉，杀一刀上家哈，直接炸出三血不卖，那这个勒布斯鲁肯定贴定了。下家的话，老板张辽偷一波拿来吧哈，直接控下，往下家控啊。那么开局的话，直接魏国起浪啊，魏国起浪，蔡文姬悲歌跳出，三号位肯定反打一波。桃子这就是重铸，对吧？顺手拿一下飞位，哎呦，这一刀九杀啊都没有闪，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采集，哎，小掉线啊，这个铁锁应该重铸一下吧。五号位加一人王盾，六号位减一，七号位呢起牌了啊，起牌了，打无懈啊，打无懈，搜索连环。那么现在场上的话，应该来说啊，魏将呢，这肯定啊，嘲讽高高的啊，高高的山岗啊，对吧？来再杀一刀，下人
休教天下不能啊，南蛮都不拿。当然他南蛮拿了肯定是没有用啊，对于这个魏将啊，就是打不到魏将的血啊。啊，最后呢这边有一个毒条啊，这个毒条看一下吧，主角南蛮入侵打出来一波曹丕，这是一个核心的，那么再突雷公助我，难道刚才是那个貂蝉？就这样吧啊，一波雷击啊，一波雷击有点伤。那么瞬间的话，三位抱团位置呢还行，但是现在而言的话，后卫啊有四家啊，这四家的话就会存在一丢丢的哈问题了。张辽肯定是偷，说出没想到吧，南蛮。那么这边南蛮的话，主持角啊，这一九估计有逃吧，这都没逃，打得非常的闹啊。那么主持角小欧一把来了一逃啊，来了一逃，国债角，然后再杀一刀，直接选择吃菜。这个有点溜了哈，有点溜。不过呢，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吃菜啊，非常划算的啊，非常划算。那么直接呢是带走了贾鱼。前军带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的话啊，这里可以看一下啊，火攻骚一下曹老板，他是前袭了这个。来，直接带走了曹老板啊，带走了曹老板。瞬间呢这一个抱团啊直接被迫一家，然后再杀一刀曹丕，前袭了曹丕的吧，刚才肯定是前袭曹丕啊。这边两边哎逃闪都用不了，没有办法，他有猎弓啊，刚才有猎弓的对吧，桃子是用不了了，那一个前袭带队友闷死了队友。那么主视角啊，这一局抱团啊瞬间成为一个图秒啊，瞬间成为一个图秒。主要就是刚才啊，刚才其实曹丕仿佛兮有一点啊少卖了一个，刚才啊我当时审稿的时候好像是主视角有一个黏弩，好像是不是可以带一下曹丕一刀的啊，可以一刀带一下曹丕的，然后他可以放逐啊，正好翻了五六位，但是没有带啊，所以我当时啊审稿的时候是标了一下，但是刚才没注意看到这个细节。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啊再看哪个点，就是主角啊可以砍一下曹丕啊，放逐再多带一下啊，再多带一下叛服小那样的话就可以确保赢动啊。好，那么最后的话，主角啊作为一个独苗抱团失败的哈、啊、风雨中飘零啊，六号位弃闪，主角这边的话、哎、还好，主角作为一个大 boss 啊，作为一个大 boss 一 v 三还是有这个实力。那么桃子到手里对吧，满血回复九骚一刀，万箭齐发，再打一下马岱直接求逃。主视角呢后正常啊，应该来说现在不虚啊，关键马岱的前期呢还是要担心一下的对吧，这一下判黑了你没有办法，而且他减一加马术对吧，直接可以前期到你。现在呢就怕这个闪电啊，哎你看欧气满满啊，欧气满满可以出欧皇局的哈。那么最后呢那边大嘴闪电走起没有啊，全都去死吧！体恤微服，一大佬刷一下弓箭手，准备翻箭再来啊！主角完全不需要，就看黑，但是我有桃啊，我有桃，对吧？就这样，就这样吧。这一下两个红桃啊，两张红桃。那么还是希望啊，闪电不这手牌啊，有点飞了这一会儿啊，有点太欧啊，有点太欧，这个黑牌都没有。啊，火攻有点悬了啊，有点悬了，菊花一紧还好啊，还好。然后最后呢，这个时候啊，主视角一波过牌呢，有过拆火攻决斗啊，九杀南蛮，直接应该来说一波走你啊，最终还是啊，替魏国证明身份啊，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对吧？如果不是马岱的前袭，说老实话，这里曹丕也死不了，死不了的话呢，我们这边应该来说啊。二 v 多还是很有实力，当然我们最后一 v 三啊，更加体现了我们个人的能力输出，好吧，最后一局啊，就这样献给大家。那么今天国战抱团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嘛。整体可能就吴家的两局还不错，然后第一局群雄死剑啊，不多见的这种排序打得很不错的，
然后其他的话算是日常的一些局啊，就这样了。好，最后谢谢大家。